嗨，大家，欢迎来到慕容的世界 Lonely Planet。 那大家看我这身装备，现在很狼狈，就知道我要去搭船了。那我已经在马祖待了快两个礼拜，十几天，今天就要搭台马轮回基隆了。那它是8:30登船，9:30开船。那通常从基隆往返马祖南竿有台马之星嘛，还有台马轮。台马之星的船比较新，台马轮就是以前的船。不过我真的很想要搭乘台马轮看看，看能不能体会以前那种感觉，就是复古的感觉就对了。好，那我们准备登船啦。前面这台就是台马轮。哇，里面好安静哦。大家可以看到有车，有机车，这都可以运过来的。好，谢谢。往客舱 go。 哇，这真的有复古的感觉，看来这边不错，来这边睡吧。噔噔，好，各位朋友，就是这个床位，今晚就睡这。在台马轮上面晃晃吧。再过十分钟就要开船了，南竿再见。船头船尾正在准备出港，准备出港，风不正慢，风不正慢。甲板上了，好，来开箱一下男化妆室。来，化妆室长这样，蹲式商务舱也来看一下。好，商务舱清洁中。头等舱也来看一下。还有贵宾室清理中。台马轮的大厅长这样。大厅这边有饮水机，还有厕所。开箱男子化妆室，嗨。好，开箱厕所，左室，这样，蹲式，里面有人，洗个手。我们上去看看吧，东引灯塔。哦，有看过，很漂亮。上了二楼以后，发现居然有个爱心座位区。嗯，好，如果你是情侣或者是夫妻的话，可以坐在这个爱心座位区。哦，这一区。现在我们来到台马轮的餐厅啦。那这个餐厅感觉还蛮复古的，就来看一下这个餐厅有卖什么吧。还有个吧台，你可以跟朋友在这边吃点东西，喝点小酒啦。这个就是在台马之星上面没有的。那因为等一下可能感觉船有点晃，就不要喝酒，因为等一下可能会晕，就点个阿萨姆奶茶来喝喝看啊。我真的没有想到在台马轮上居然遇到了两天前在大丘岛碰到的可爱的人们哦。嗨嗨，那我们就在这边吃点东西啦。早上6点会抵达基隆港，如果明天很早我记得来的
背起背包，我们下船啦。隔了十几天，我又再度回到基隆港啦。那今天早上5点多一点的时候，我起床，马上跑到船侧，看到太阳从海面上升起，那时候真的是有种眼眶泛泪的感觉，因为马祖之旅结束了嘛，看到太阳升起又代表一段新的旅程即将开始啦。好，那各位朋友，我会前往下个离岛拍摄，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订阅、关注、按赞支持《慕容的世界》（Wrongly Planet）， 并且开启小铃铛通知。想看幕后花絮的朋友，记得 follow 我的 IG。我们下个离岛见，拜。